南亮吧，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唱，说起来呢很有意思，使用价值也很高，锻炼身体很好。所以这个说的使用价值呢，就是每个动作都有它的作用。说这个金刚倒锥吧，一个动作可以分解成七个分解动作。第一个动作呢，就叫双手正前碰撞，练一下。我这个双手正前碰撞。第二个动作叫引空，也叫转空。第三个动作叫金不踩。第四个动作是左击右按。第五个动作花拿加反拿。第六个动作是抱拳加膝挡。第七个动作加强连拿之术，而金刚倒锥就是七个动作，但是七个动作的作用呢，是每这七个就是分七个动作，咱是演练一下试试看吧。第一个动作双手正拳碰撞，就对方啊是正面的来攻拳攻击的，这是正拳碰撞。这叫金不踩，这叫左击右按，这叫花掌加反掌，这叫抱拳加膝挡。这演练的呢，就这做。但是你这个要想发人呢，每个动作都可以保证你发。所以你发展就能打。这就正拳不打，这是发人了。这第二个动作它是，这是踩。第三个动作就左击右按，他这一套就左击，这是左击右按。第四个动作是花掌加反掌，这是花掌加反掌，这是抱拳加膝挡。所以每个动作都起到这个摔人的，甚至智商别人的一些动作。刚才我们讲了这个金刚倒锥，金刚倒锥就是泰拳的武术。所以这个金刚倒锥要练好了，就那个功夫练成一大功。下边我们演练第二个，这个动作叫拦叉一。拦叉一，这个动作呢是这个金刚在右边，在按我的。在下边。下方就很帅，很贵，很漂亮。咱们这一种采光感觉就是很好。第三个动作是金步，第四个动作就是靠中低按连环掌，来哈。下边是这个六横四平五个动作，第一个叫手横，你看这是手横，第二是右踩，咱这是捋，第四是上横。第五个这一个叫上，下边单边，单边是中横，中横啊。我一，这发力的话，你看，咱们这个上边边，这一个对方进攻，这是进攻靠的，进攻靠中间。这是第四个，第三个，
我都去地方去到车子加强地那方面。下面就坐站的道路，坐站道路就走。一，夜空；二，手空；三是短路；四是暴露；加起来。这个我想平常的运气吧，这个我带走了，我带走。下棚，你看，你看，这路走的有才短下边是空气要补的吗？我操！软不，你软不就摔，你软。软。二给我亮，给我亮，是真的，那就是真的。你往那靠走，不急。五个动作，综合全身都是讲的关于这个。冲！我去走，那这腿不碰。真的，我出手，腿不碰。进步平面，双方法，进步靠，人不急，退不略，还有动作，人不收空，人不急干，进步平面。天哪！我不说你，我不说我不说你，我不说你，我不说你。这车不有才多面。走在这边嘛，宝灿加西的，有人做题了。进步车考试，转步考。好走一捋下边几号非常好这非常好再说我呢这个叫进步机再说两个东西这个叫退步捋计划，我实际划人呀。再说进不进，这退不离。这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我先比划一下啊。一个来说，看到没？这退不收，这进不进啊？三进不平面。第四是右手手空，左手点了，是不是？
个法律呢，就是这个，不是，这一二了，这就完了，下边是三，听着，你推推推推，这一推我这开。这个叫连呢，这个右阴做连，哎，这手疼，腰子不疼，腰子，这个右阴做连，上个腿看吧，腰子，看大家看，这实在呢，连呢，手疼。我现在下边是对方一拿的多加强保产加提档这是两个动作一是下地方再到这干地方二是进入口这两个实在下一二吸真水，这是四个动作：一端腹，二掏腹肌，三是捋，四是提。对，实在的，靠，走。这个靠，这个动作，这个，这个靠是三个动作：一，这个靠，就靠腹上；二，三。一是背着靠，一这是二三，咱们人背啥呀？一二三，一手背二。三十，这不少的，加皮子，不压的，手风，高开，少的，加的，这边三万张，三万张是基本量吧，三万张，手枪。下边两个动作，一，左一右按，二，用你说中拿，我觉得，用这把用，不够，哎，我觉得，下一次倒转后七个动作，我要看看几号，右转平怎么办？右转平冲，别去抓不灵。又不平衡，右转就对接，右转不对接，腿部上风，腿部上风，首先做腿收的，收的，上上上上上，中午了，对，中午了，接，上腹做一。
啥子？就是做啥子？你才做安防。不行，你做工吧。不是，你才做安防。哎，你看到没有？干啥？大爷，弄个龙须要不？这是管风琴。这是龙须，单口的。我的话呢？这管风琴，不是。靠肉皮。用中手撑。这不对，我三分钱解决，你三分钱疼，我不上几千元，有才多元，有人多挣钱，你三分钱就太少。对不对？你不严肃，这个动作，你不可以。这台动作，最近不拉差异。这是什么话？你不错，你不错，眼睛看。他真不靠，走，怎么样？好了，他不穿了，真不靠，走，啥动作？啥动作？单点。八个动作，左手小捧花，左手手捧花，没有突破靠肘抬举，进左步左手动作，没有突破靠肘抬举，进左步左手动作。没有手握，手中手持，左腿右手挽手握中手，好了，我看到这个，这个，手中手持，手中手持，没有手握，手中手持。高看马下去动作，左转腿捧花，高看，右腿捧花嘛，左捧，左捧腿捧花。右叉脚两个动作，你看，手左小臂，手单一条腿吧，握手，握臂肩左脚小手，双手把。上横龙手打下，来着，左手左脚，左单脚抬，左
我就我之前我就说是大风吧，大风就是大山。有咱身体不受风，少受风，多吃大鲜多吃。有咱身体不受风。多吃大鲜多吃。左转身下车了，七指法，左脚蹬尖做颤式，下一动作前套绕步，起坐起手从，左转身脚呢，进步平跃，进坐不跃。三个步，一，第一步全下去，使劲儿。二，左踩，用全下去。二，踢脚，这个脚不错的。右到空上，右转身靠中心。双手重点用力找一个动作，六个动作，一到头上，右转身靠中，双手重点用力找，让你做其他，所以用脚踢，上手做平衡，走开，上轻点，一张，找完了吧？有右手走风，对不反了，这右不风啊，这右不走风，对不反了，这右不风了，对不靠，右起转风，右双手放侧边。走开始了，开始了。右转手风，保住下风，我就把那个手脚动，哎，
转。嗯，小心点。哎呦，行。再往，再差不多，再往不差，再往。哎呦，不用，太爽了。再往。我上好有事情。我上。我上就有三个。来边啊！哎，你不成，你先坐呢，我坐那去嘛，我去呢。下一动作到东北山，现在在哪儿？到红山。用炮竹，炮竹，往后转会有一条桥，左一右下去，对不起，红中一面，三环上打了龙眼，你看来我们也是，三环上，左水拉出右水拉。多数多数的一些黄金不难，那边错过了不容易，我左一右眼，我这边错过了右一左一右眼，错过了不左一右眼，左手转风，左后手开始眼，这方向的啊。对呀，方向的，我靠，这是什么东西？我靠，这是什么？是不是？嗯，我们往后走。嗯，靠不住，靠不住，靠不住。我走小红花，站红花。看到了，看到了，后边。后脚。嗯，屁股红花。转身成。野马红龙，进一步起跑，右转身进一步说，用力多跑，进一步左击右眼，屁股露风，进一步空接，好，后招，屁股横弯，换地方，屁股横弯，转身横弯，野马红龙。我这两天留守出去，这个动作右转身走风，左转身直，进右不上风，右左不上风啊，右转身走风，转身直，进不上风，右左不上风啊，三边，右手一左手按，左手一右手按，右手不靠，左手击中间刺拉，前腿后侧，进去转一次点。来，来，我先练一下啊，因为他的字儿太多了。屁股双棱角，一右转接空，右手小腿，屁股后侧。屁股上风，屁股单裂，左转屁股，上腹，下转上腹，发不进，那咱再试试有用吗？这边，这边就上腰了，接风，接风，来这边接风，嗯，你都开。Thank you.
看你放松，我觉得你不这样，这是什么？放松，这是什么？放松，听到没有？有什么？就上头头上面，咱擦鱼，你不靠？上那边去，上那边上去，你不靠？周琦。每个看你自己，下一个就是要开鱼板上分两点，南边我一有鱼，就是个鱼，这鱼怎么做出来的？后边一个人吃饭，关亮了给你看，这个鱼的人靠中西菜里面。行啊，知道吧？叫什么？你走，我都叫朋友，我都走朋友。这就是跑步机，我都走朋友。跑步机，我都走朋友。跑步机，有张脸朋友。你有一个，原来咱是不行。老子有点厉害，左手小步，左手走空，中右步跑中机，左手走空，跑跑中机，左手走空，跑跑中机，右转领空，左右双摆两脚，你要让他出去，左右一拍，别怕不对，别怕我这个张力不分开，别怕是正当边的。要不回家去？你工作几天多？我怕是从单边来开的。单边？上不来脚完了吗？上不来脚完了。别看嘛。做别的。做手工。做手手工。你工作几天多？工作几天？工作几天？行了。再见，再见。做经济助理。啊？做经济助理。做公务局。做公务局。多吓人！路上出现车，有自己，左手下风吧，左手多风吧，右腿不多风，有力，左上左右加油点多几把，手点红，出来吧。右转的左屁股碰地，进不碰，进不碰，进过不去，进来走吧，进来走，右手中碰，进不去，中气，中气啊，是吧？下一个钟，下一个吧，下一个吧。再喝两次，双手转棚，进右步，跑肘击，跑肘击，再进来。右膝绕步，六个动作。你说这不上右转棚，就是肘力，进右步，左引右击，右抬，右抬。开始去右转三重背，右转平滑，屁股收脚上，进右步左引右击，右抬左撩引，右引左收空，屁股左推背前朝上，转弯收脚上，左引右击，右抬左撩引，右引左收空，屁股左推背朝。你今天都去，今天上，再来，再来。五个动作，要不进中间右侧，进一个横推，左引右，左引左起，左手中右起的，左引右看起来。进进不来，差一点。三个动作，进右不疼，
牛肉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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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叫普通，左掌碰，双手合碰，到这里。左印右拍。好，起势。起来了吗？四档推，第一，手提右膝，右转身撑。二，落右脚，紧脖骨，左点靠。三，左印右膝档。73猿猴献国，一个动作，左引右上击。74六峰四臂，进右步跟左步双手腕。75单边，五个动作。咱们再翻个来点，两毛了。前底轮，两个动作：一，左手碰，右手举进；二，右腿靠，右腿靠。77，76前底轮，左手手碰，右手举进，左腿是右腿靠。77上步提顶，两个动作：进右步抱拳。抱拳点裂，78退步跨虎，一双手下捧花，二退步转碰，三右裂左击，四左脚扫在左手腹，79转身摆脸脚，一。转身进左步，右踩左按，二左击右按，三右转重发，四左引右。左引右重发，右摆发。一转身进左步，右踩左按，二左击右按，三右转步发，四左引右，右摆发。掌门跑，退步有余，左转双手击。左转身倒退。左左脚右踩，左手击右左按，抱拳，加大抱拳，右膝盖在两侧。
是等不出两辆公车，万一要跟我吃饭，我这个找了一百个。我家伙，我开车，他说还没到小区。我家人，哇，我上回也不知道了。我看外地，你看啊，你就说远后天多，家庭我看外地，我一看我来人，吃不空饭，金有工作女，好留情。曹鹏，金有股车驴，曹周吉，连环炮，等着坐下人有基础。不是，两炮两炮，还不这样吗？这是有车驴，坐人有基有脚上的。都小过，并不成，第一并不成，进国部的残局，靠周吉，加强作息，通过全身肌关节组织，啊，我能那个，啊，右转身靠，我一个动作，右转身肩靠。京兰之路，进左门右开，横扫梅花，金刚倒锥，右手单连，双手抱拳，腰起右轻掌，来接，右靠，劈人锤，右横，靠住接，左捋，右上接，好，前人锤。手捧，我这是第四次，我手捧过了。左拳开捧，手捧，左拳开捧。啊，这是在这边儿的，手捧，左拳开捧，好，站手，站手就在这儿。左手拿，右手取劲儿。上右不转身点，好，三花五绣。再说完了吗？再说完了，上右不这个转身点，这不是转身点了吗？啊，三花五绣。三花五绣。左转右下接，接拿，左转身捧，右进步左捋。不是。这大家都上去了。哎。左转右下击，然后一个一个的，接纳，一顶住，叫他压住肚子，是吧？三下五绣，三下五绣，下边是压住谁？哎，左前开门，然后站住。好，左手拿，右手举，上右手转身捏，三下五绣，接纳，哎。好，然后飞，飞步往南走。飞步，我现在飞着，你接着，接着，接着说，你在这边发展。要不进城，转身走，往南走。对，对的。这边是，啊，这边是也是。大木山。小木山。找不下车子，两边就是小王子。刘鹏，进步几多号？刘鹏，进步几多号？进步几多号？刘鹏，高右转身高三码，右转身起右腿平衡。哎，小红圈，毫不单列，右双手抬，进左步跟右步坐骑，跟右步手左步双抬，进左步跟右步坐骑。右步，走左步，上台，好。
老天妈，左帐篷保全，有您多安，左棚有皮筋，右转身推棚。下边叫什么？探索。推左步手右步的驴。进右步跟急驴，再推，再急进进急推驴，进急探索完成。好，一队带了。你们上的？谁不上的？进不上的？谁不上的？进不上的？前通队有哪困难？有哪困难？有人做周峰好，有人做周峰。左棚加油开，进左步的棚，有人做急，左棚有徐劲儿，左人有急冲。过新年，我不知道，我跟你说，大棚、大棚、头棚，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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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吧，喝吧，还有，有咱过新年了，收收去。手头是左帐篷，有左步，有手接，有手后接，第二个左不进入硬横，好，左脚引，对，穿好武器是吧？然后护肤，护肤。有手阴风，有腿后蹬，有转有靠，然后起来有转靠，有手接，左转身，右手上身，右手转空，把路上连。我没空。左拳前翻的，好的，右单人手，这个你我变个方向，我带个长枪，好，毛不沾手，毛不沾手，这不是我，你那不是我搞那个，你晓得你那个，我没放你这，你这不拍，你这个是吧？啊，你那，这往边走，左单人走。对。左冲。再冲。这冲吗？左冲，右转身。哎，提横，就反打你左脚踹，好。下床上水，这同学都下床水都完了啊！来，下手工水，下床水，转个来，看这个，下手工水，下手先完了，右脚跑水。左前跑身，进步操操，好，前手红军，好打法，起不起红掌，先进脚，好好再做。再干。
有啊，有。没啥有。我的炮。井南之路。红桃梅花。金刚道水。啊。洪老师啊，叫我们练习推手的时候是这么讲的。他说我教的你们这些，是按这个学习推手的脊椎功来锻炼这个学习太极拳的棚里肌腱。要认识这些字是不是用恰当？所以这个这叫基本功的锻炼。这个练熟了以后啊，才能查到稍微推手。到今天呢，我先演练一下。当时老师怎么教啊？然后你说，同时我的用户，他现在用的是柴，我用的是脊柱炮。现在我脊柱炮呢，我离靠在他这个头，这个头快偏左了，我这用脊。这一个现在俺两个头，他现在用按手臂，我是用的臂。这个我是用的臂，他这是臂，我这是按，他这是臂，他这是臂，这是一圈。啊，再练一圈，你看这个横，这个横，这个横，这个直，这个直，这个直，这是啥？这又是一圈，再练一圈，这是直。对，练足三圈以后，你两个人换换位，换位以后，位置上给这个对方，你媳妇我要撤走了，给他弄一礼物。我的车子坐的，我知道他明白了。因为来讲，我现在用的车，他用的非常好。我说，我这车，他这非常好，他这非常好。怎么通过锻炼，不但是手法、身法、腰、掌、膝都要配合的恰当，用这个字要用的合理，将来熟了就能起到一定作用。那完事没一年两年，你光锻炼这个，我这里开。这就是你从你今晚开了之后，看看就是是不是可以。这东西要起作用，什么作用？你看，假设我用台吧，明白了？它的一进了一拍，这一个作用，把它拍出去，真拍，真不行，把它拍，这起作用。但是它要会用的，我这菜就不管用。他呢，就是记住我理财的时候，他先用这里，你再用这里，走这里，我理财。哎，你看，我的菜才跳回来了。要是怎么练了，你怎么办呢？这得看谁的腰当心，我不是啊。他们你看我这一踩，他叫我这儿，我别都不会这儿。我这儿走啊，我讲这现在就喝了。我想早上再早放在，那其他的呢？那其他早上很多。这时候我的功夫又比他沉一层了，但是他功夫再比我沉一层呢，他这下子他就走大了。我一说，哎，他就走大了。这他功夫又比我深一层啊！说这个棚里经啊，踩的都靠啊，就这个三节的变化，看你脑子的是不是用的恰当，时间是否合理，是否恰当，就看你的功夫了。这光讲了棚里经啊，太不了。下边这一个，你说这个
大户，老百姓，我这眼，这眼睛怎么眼看不见的？我一眼的时候，那头就转了，我眼的时候，这只手往上提，这只手眼不转了，你怎么眼的？不管事，给我这个手机提。可是呢，他会，人家不吃不吃那个药，这个他这个上这里头，我一眼他这个劲，一眼的。他把我真把我救出来，他又上我前头了，这不这不能按的，救救你！那怎么办呢？他急的时候，你那个手啊，上来猛踢，他一踢，你那个手这个手往上踢，哎，这个手往上踢，他怎么都往上踢？他这里，他的劲儿不上这了，这边一踢，我的手应该就完事儿。这说这里。他一捋，他这一捋呢，到这他捋我，这一捋，他捋的能捋到脚上了，这他胜利了。他捋太，他捋太多了。你看，你我这里头这个长度是在他这个跟着年吧，不是叫他捋的那么一下捋到的，一捋我这一弄一捏，他就骑着刚才那个。但是他要会的时候，他就不会倒了，他就爬着办。那到这说，我这一转说，他这个时候掐住我，掐住我再进行加大上的，哎，还跟我上的跑。这个时候我这个老婆他就没让我转，但是到最后用手指，他叫我上那爬上。这再放到这，就光你他一抡他这手里，看转了。反正反了多个气啊，叫你管的事儿，又不管的事儿，你管的事儿又不管的，两个人脚趾头都每天断了，每天断了，坐在用的相当的熟练。现在我走的都大手，将来用出来，只用三分之一的手。再讲这段，刚才讲的那段也就是这个练腿手的基本功的锻炼，锻炼这个你要求呢，这个步啊要大。要最少是两点到两点半，甚至于三点，这个让你能够是浑身上下这个蚕丝啊，和这些作用啊，身上这个凝聚啊，都能蚕丝就能练出，这个就是练出一些功夫的练出。但是实际用起来呢，这步啊要少一倍，就是一点半。这个手法上呢，也得身下定手，也不能大。你这刚才就说这一个吧，咱们拿枪上，他没有踩，这就是老了。这是刚十几弄下，他没踩呢，完了。我这小零二步就出去了。这这个船也小了，步伐也小了，身法也小了，那不行。这就是用力哈。但是他这一紧，他身子一转，他这个地方往这个，他就是肩膀这么紧，他就腿也短。他这圈一小的时候，一圈他想叫我这样的时候，我叫他再上后头，我不能动，一动我现在就吃一袋子。他的拧他照样动。再就是手法的地方，俺那个基地就在这里，就上这里。这就是在手法。再就是到这里，到这里呢，我这一捋呢，刚才我捋他这里，我这一捋他就直接按我了，我一捋一路，一路是手法，他不上这跑。啊，你我的一轮一那个的，这他是小，但是我后头一闪，他的一轮完，现在呢，他一轮完，是不是变小了吗？这是手法小了，这是原来的案子，原来的案子，好像是。到这个按的时候，他原来是不动，他这个按的时候很快。不能叫他这手干在这里，一按住他一打在这边就按住了，所以按这缝的时候就出来了，这不全变掉了。所以还有很多要走吧，今天咱先讲到这里，以后再有时间再说。